哦，终于来到一个看起来很难的关卡。我觉得人物会不会一关比一关还要小啊？我不知道。你看我的最后就，你看我就一小点。呼，这应该是吸取。它要吸那个红色的，然后它就会开启。会吗？真的啊？你要跟着上去啊？哎，推过来了，推过来了。哎，是这样子用吗？应该也可以吧。我得要先厘清他到底要怎么困。哎，是要把他推下来才对吧？还？对对对，要把他推下来，把他推下来。所以我要找一个好角度，然后把他推下来。哎哎哎！不错，这样可以啊。趁应该要趁他现在先弄直的，然后再弄横的吧。直的那边有直的，就是上你的头正上方的这个，你先让这个灯是吹。对，你应该要先用这个灯。然后，哎，不对啊，这个是往上吸耶。对啊，然后可是这是往外推耶，这个光是往外推，这样子吗？不太对吧？感觉怪怪的，而且它推没有那么强。你要那块板子干嘛、啊？重点？把它挡那个雷射光啊。哦。要不然它要把那个机器人射掉。那你就往对啊。呜呼！哇！好了，现在卡到一个最恐怖的地方。要是如果我弄错，这个板子又会被瞬间传送回去。好难啊，大大，好难啊！这是个益智游戏，这啊！别让我踩到那个东西！好，我们等这次的机器人，那个就是下面那个小灯泡过去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开始启动了，像现在这样。Stop。然后你要先哦，这样啊，过关了，过关了，终于啊，这个比较简单，这个比较 easy 啊，跟着这个小机器人的屁股后面走就没什么问题了。哦，这个机器人要挂点了，哇、好恐怖、哦，那个好像粉碎的地方，吸取，哦。我们这一集的直播就拍到12:08，就到整点12点，然后大家就可以去休息吃饭喽。嗯，哎呦，直播一小时啊，不错啊，不错。好，我觉得又遇到更难的，因为虽然画面变得小了一点，但是要抓准那个机器人下来的时间。而且你这样子会挡到机器人，我跟你说。啊！你在上面干嘛？自杀？自杀、啊？为什么我会到对面去啊？哎、这个机器人一下来是先朝向哪一面？哦，先朝向我这一边哦。好，你跳上去。哦，我知道了。What？ 我要到对面去，超酷。对啊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反正应该是这样子没错、啊。对，可是对，我要趁这个时候跳起来。安安哦，安安，啊，太早了。啊！等下，掉。这个不好使，这个真的不好使。你有看到那个推那么过去干嘛？那个墙上记得帮你做个小记号吗？还没有小记号。你看那个墙上有一个小小的黑点，有没有？就是你刚好要射的那个点。哦，这个、哦。对啊。这是刻意安排吗？就应该是，你看一看。哦。啊啊 ，open， 耶、easy。有哦，你们的屏幕我都有看到，只是我一直专心的实况这游戏，然后还有思考，因为这游戏实在需要点脑筋啊。一个闪神就一个闪神就很容易挂掉，对。OK， 我们今天就整点实况到这个地方。你看这个小孩子累了，你们看到他蹲在地上，有没有看到？他累了，对，好，我们今天就实况到这边。那么这一次的 PMD 实况直播呢，就是会保留在这个频道。那么后制版本呢，就会在主频道一一上传啦。OK， 就是这样，谢谢你们的收看喽。感谢来直播，下次的直播时间请关注粉丝团啊，都会贴一些
直播的一些资讯和时间，还有影片内容。差不多都在中午的时候吧，是吗？我不知道。嗯，差不多啦，只是看是玩什么游戏啊。嗯。对啊。嗯哼。OK， 就这样。喜欢 PND 呢，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点到连结去他们的 Steam 看一下介绍 和做购买哦。嗯，他之前是免费，我是在他免费的时候去下载的。可是他之后，我发现他的 Steam 上面开始要收费，我也蛮惊讶，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。但是，我觉得这边很简单，我觉得我要先把它解完。不对，推给我干嘛？好可怜。好，算了，他就在上面一直咚子咚子吧。对 ，OK， 我们可以在那个粉丝团下面，不是粉丝团下面，是粉丝团的里面的网站呢，找到 Tiro 的粉丝团，关注一下那个他的直播时间，还有那个以及他的资讯都可以在上面弄。那么就是这样，谢谢你收看，我们下一次直播再见喽，拜拜，各位 ，Thank you 你们的今日收看哦，谢谢，拜拜。啊，记得要订阅这个频道哈，就可以得知最新影片通知啊，不，最新直播通知。OK， 结束啦。